是越音赶路，大跳百合折。这赛斯能做的不多，但你还真别说，两个伤叉怼过去，两边血量一样多。赛斯起身怎么折 ？OK 的，宝贝们，来看这些啊，帽仔对战大顺哥，头、心、巴克这四个角色来回循环，然后加两问啊。那这局很明显是金加番加两问啊，但是帽仔这边运气更好，有猴子。哦，那这莲娜应该是捐了啊。莲娜这角色打猴子，哇，就是走 A， 没脾气，只能硬凹一波了。你不凹的话，对方一直占清泉，就算你 AB 了，你不能保证下一次对方有会不会前走，对吧？不前走的话，你这个 AB 就是送。飞翔桥，好，大门这边卖血强抓天地反。坏了，这猴子根本不跳啊！这大门预判的摘星手扑了一个空，没脾气，是吧？你像这种体重比较大的角色，出什么招式后摇都是比较大的。哦，走起 ，Max 地狱席的落，但这波收不掉，还要再走。三 C 强开，哟，大圣哥态度了，还是看最后一个金加番吧。这下赌中确实接个阵嘛，对吧？或者说出康，那就好吧。无论怎么想，刚才都不合理啊。你超兽身还行，对，下跪确实离谱了，就要穿三了。大圣哥好像并没有睡醒啊，这第一局发挥的非常迷，要反思一下了啊。这是什么问题？是对方太强，还是我这边挂不上档？来了，八神，老八，下比赛六 A 八智女，接柴华，八神排头，两边这个选角风格或者说个人性格能看出来一丝端倪，对吧？猫仔可能是比较，有自信的啊，但是大圣哥呢就是比较稳重的。哦，想做什么？想葵花。应该是失误了，毕竟是起身要转身的。来看下一回合，但只要八神把你带走，第二个如果一个不小心就要被直接带走的，那血又回上来了，对吧？克拉克重拳没确认，再重拳，哇，这两下真敢赌啊！是我的话，第二下应该会动啊。意思八神。哦，战清泉，好吧，这两边感觉都比较谨慎啊，刚开局嘛，不在状态也是合理的。看一下这局怎么说。好，青城龙跳重拳，温妮莎阵中啊，这角色不算弱吧，在这个版本是为数不多的能识割对方的角色之一，但问题是起手不容易。后前拳摆拳被霞清泉逮个水晶头，行。有，哇，再吸，我的天哪，大圣哥 ，OK。提问：这个克拉克跟蚊子有什么区别？回答就是，克拉克就算你给他一拳，他也会继续吸，他会一直吸，对吧？懂我意思？指令头确实太猛了，疯狂指令头。OK。哦，这赛斯滑铲，哦，超杀跟上，哇，这能跟上，好极限，超杀好快呀、啊，那没了，椅子，好，小跳轻脚，这一下就是大后跳的，来看下一回合，大圣哥最后一个收底，八神啊，八神怎么处理？哈哈，这赛斯怎么玩啊？摸中一下，好，一套就死啊，这血量一套就死。啊，好吧，这么起手的话死不了。八十女接柴华，骑月音赶路，大跳百合折。这赛斯能做的不多，但你还真别说，两个伤叉怼过去，两边血量一样多。赛斯起身怎么折？哦，加持不到。八神这边还不好起手的，重拳强开 PC。哦呦，难道说？
赛斯，猫仔，哇，这个赛斯能赢啊，兄弟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比分2-0，来看下一局。那这场比赛，那这一回合是克里斯啊，是猴子吗？好吧，猴子，猴子加两问啊。大圣哥这局运气非常不错，有八神，下重腿倒地一下死，原地直跳，葵花赌中，完了，这猴子心态崩了啊！因为猴子太怕被责，太怕被压制了，所以说老想动啊。大圣哥就用你这个心理是吧？但这一套打得很痛。一次好跳星拳啊！你看这八神 ，BC 完全没开，连段基本没有伤害，但是拳脚判定够硬，打的你多了，血也就多了啊。积小胜为大胜，大锤过波，哦，摔的。大葵花从九七开始嘛，一直有无敌针啊，启动的时候用的够好呢，感觉比罗莎八侍女都管用。帽仔最后一个手底角色，这就感觉要被穿三了呀，咱就是说，嗯哼，葵花三式大跳 CD 行啊，哦，升龙硬怼，坏了，玛丽这个位置应该出不来了吧，啊啊！轻升龙抢拆普通头，两边打的都很拘谨啊，感觉今天感觉在打原版啊，或者说在打98，不像在打02的样子。看下一回合，大圣哥尔发出场的角色，哦，小百合还行吧，小样的小百合，重拳抢断。招杀怼过去，漂亮！大圣哥，哟，这玛丽打得很凶，挂跳重腿逆向，哇，天老爷，这玛丽，相杀一波，哇，下 C 打断，可哎没连上，玛丽稳住。看起来大圣哥不想被剃头啊。来看下一回合。哇，这玛丽能翻这么多个也不容易了。最后一个猴子最难的一关。没了。有点快啊。哎呦，没跟超杀。难道说。好吧。战清泉啊，小平 A 给 A 死了。比分2-1，来看下一局。看这局怎么说。怎么说？克里斯对战玛丽啊！下皮仔好逮到一套，暗黑大蛇替行，重拳抢断下轻脚，哦，想秀隐藏，但直接被打击头打断了。大圣哥这野心有点凶啊！说实话，这敢独隐藏啊！来看下一回合吧。那有克里斯的局呢，会比较的有观赏性啊，因为见的比较少，是吧？像什么猴金克啊、猴金八，咱都见的比较多了。克里斯确实见的蛮少的。哇，这雷蒙打得好啊！我天老爷 ！OK， 看一下帽仔怎么办？原地小跳，躲开日劈的指令头，再来一波，暗黑大蛇替。先揍你一套啊！这残血的话，如果把对方打剩一丝血，可以变成大蛇。哦，好，没了。怎么说啊？不秀，好吧。我以为帽仔想秀一波大蛇呢。啊，这个也是大蛇了，但这个是大蛇替啊，不是隐藏。哎，想拆普通头，帽仔这局要穿三吗？哦，升龙，哇，就是升，行啊，一次应该是没了啊。克里斯抗压能力非常弱，升龙都凹不出来啊。这升龙最好的结果都是相杀，你就想吧，对吧？那残血肯定是不能赌这一招的，赌了赌，
罗伊比躲开对方的跳星拳逆向泽，琴弦重腿一波底半开始 BC。Next 大蛇，陆泉顶日泽战星脚再点乱动，前冲想普通头反而被投了。琴下盘又有隐藏的，小草这边疯狂进攻，不想给对方调整节奏并且抓隐藏的机会，很明显。但金加帆步步紧逼，隐藏啊没有，无所谓，带走了。哎，坏的，大圣哥你好像并没有睡醒啊。意思还行还行，还可以吧。其实刚才直接跳 C 站 C， 开 B C 前冲直接隐藏对吧？或者站 C 隐藏就可以了。好、啊，怎么讲？六必中断则中大圣哥。哦，好吧，哦，好，还有机会，还有坤会升龙，大圣哥的翻盘欲望很高涨，但感觉有点难。反中全巧地回，好吧，容错率太低，再次关注我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不容易了啊。